老公，点啊？今朝食咩早餐啊？今朝食猪肉粉啦，好冇？猪肉粉都好喎、啊。食完猪肉粉，今日中午食乜啊？鸡丝汤河。鸡丝汤河。下午茶呢？咁啊，梗系麦麦档啦，麦麦档食个露天葛桑先，嗰啲咖喱好食。晚餐呢？晚餐哇，好耐冇食福建面咯。我之前又食嗰啲虾米虾面啊，哇，食福建面咯。福建面咁食法？我身边啲朋友个都咁食噶。吓，系喎。系啊。四大发明啊嘛。香港又好，马来西亚呢度都系喎，啲朋友都系食呢啲噶喎。啊，早餐。每日食麵包，哦，系喎、哦，麵包都系麵包，麵包可能加隻蛋，為咗方便翻學，咁一定系啦，翻工系啦，即系你冇咁多時間，或者系你冇谂住，要切嘢切好耐，又要搞咁耐，总之喳喳临食完就走咯。咁我就系因为咁样，我哋第二十四集咪讲过，食到我要过嚟睇医生，好多。猫菌啊嘛，咁食法系咯，咁咪我唔可以食面包咯？点样可以唔食咁多粉啊？点样可以唔食咁多粉啊？咪有朋友问介绍啲早餐食下嘅，嗯系、哦，不如过嚟睇下，有咩搞啊？哇，准备好啦？系啊，嗱，其实。青瓜、红萝卜，随时你都在街市买得到呢啲嘢啊！几靓啊！番茄仔啊！早餐食呢啲点整啊？仲有柠檬。食噶饱唔饱噶？饱唔饱啊？我食完呢餐之后咧，可以饱到去一两点。你就得啫喎。你嘅话可能饱到三，仲有鸡蛋啊！系啊，呢度已经未摆晒出嚟。咁你整咯喎？好，试下。今朝咧就做呢个营养早餐，好有益嘅。嗱，铁小贤生咧已经准备好晒啦。呢个牛油果嚟，番茄咧，等阵间咧就会煮一煮佢啦。滚水攞落个刀啊，同埋嗰个砧板嘅。我通常都系切啲即时食嘅，咁我又会留翻少少皮咯，咁咬落咧有啲脆口嘅。嗱，咁点解要用滚水洗一洗佢呢？因为呢啲完全食生嘅话咧，有好多寄生虫啊。但系你食沙律咧，你又唔可以，唔通你煮熟佢咩？系啊，唔同食法噶嘛。咁所以呢啲咧，啱啱滚好嘅，即刻淥落去。咁咧淥佢一阵，咁啲寄生虫咧就会减低好多噶啦。而且咧，仲有咧系农药都系咁样烫一烫佢咧，就减低一啲。呢把刀咧，特登喺香港买翻嚟。嗱，佢咧其实唔介意。我以为系陶瓷刀添。唔系啊，系胶嘅。系胶噶。咁切呢边咪啱晒咯。系啊，咁啊，有阵时扇刀嘅话，真系都唔怕整亲手啊。我啊，好中意即系啲五颜六色嘅早餐咯。系啦，即系唔系净系早餐嘅，你每个即系五颜六色嘅都有佢各自各嘅。營養喺度噶嘛，即係好似紅椒啊咁啦，即係其實紅椒啊對皮膚好，對眼啊都好嘅。香蕉咧，我哋係食比較生嘅。我哋以前咧都系食啊呢个面包做早餐为主嘅，
因為方便嘛，又簡單又快。咁但係發覺咧，依家咧越食越個胃咧胃氣太多，係啊，咁啊同埋頂住咧感覺唔舒服。咁依家就開始先至改變下啦，因為發覺咁樣食落去咧真係咧好唔掂。今朝小田生做的就是地中海的飲食方法。在地中海沿岸呢，包括希臘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的國家呢，是一種慣常的飲食方法來的。其中主要呢是大部分是水果、蔬菜、堅果、種子、豆類、全谷類的，包括白肉、魚類、啊、雞、啊、用植物油來煮啦。至於紅肉、啊，好似處理過嘅食物，香腸啊、火腿等咧，係比較少食嘅。再加上糖同埋鹽咧，都係低嘅、哦。地中海飲食嘅特點咧，其實係大量嘅蔬果。咁蔬果咧含有豐富嘅多酚嘅、哦。多酚咧，其實係喺植物裡面天然存在嘅物質嚟嘅。佢係帶俾植物咧有顏色同埋氣味等嘅、哦。咁佢可以保護植物咧，免受紫外線啊、昆蟲、細菌同埋病毒嘅入侵嘅。所以我哋見到植物長期係暴曬喺陽光底下咧，都唔會曬傷，就係因為多酚啦。咁多酚咧，個好處相當多嘅。咁其實佢加埋維生素 C 咧，仲係好強效嘅抗氧化作用添。咁佢幫助我哋嘅身體咧，減輕負擔嘅。調節身體機能啊，減輕環境空氣嘅污染啊，心理壓力同埋飲食唔平衡嘅造成嘅傷害嘅喎。咁多酚咧其實係水溶性嘅，所以咧係好容易吸收嘅。咁喺多酚裡面，其中有幾種咧，我哋應該都會聽過啦，就係類黃酮啦、花青素啊，同埋白藜蘆醇喎。咁佢哋係強效嘅抗氧化劑啦，可以抗癌、抗病毒、抗炎嘅。花青素咧，仲可以增进我哋视觉嘅敏锐度添。其实我哋嘅早餐咧，我哋都有面包嘅，不过面包嘅比例咧，相对就减少咗啦。咁呢个咁多嘅蔬果咧，令到我哋嘅肠道咧系非常之健康噶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影片，未 subscribe 嘅话，记得快啲订阅啦，仲要分享埋俾朋友啊！